好快又到一年一度大掃除嘅日子啦，諗起屋企啲油漬、污漬同發霉漬，係咪覺得好頭痛呢？如果有啲簡單啲嘅方法去清理到佢就好啦，唔使諗啦，因為真係有噶。呢個手提蒸汽清潔機絕對幫到你啊！佢除咗可以清潔抽油煙機、爐具同埋水龍頭之外，連窗簾布、梳化或者係瓷磚都攔佢唔到，係咪好正先？即刻試下佢啊！使用完呢個蒸汽清潔機啊，其實佢都有四個優點㗎。第一個優點，佢就係方便易用，而且佢又慳水慳力，仲非常乾淨添。比起自己要洗曬咁捽啊，絕對係好用好多啊。第二點，佢就唔需要用任何清潔劑，慳錢之餘，仲唔怕啲有毒物質會影響到屋企嘅小朋友或者貓貓狗狗添。而第三點，佢簡單易用，配件又多，一應俱全啊。清潔邊樣先，由你話事。第四點，佢用途廣泛，不論係廚房、浴室都通通一機搞掂，仲唔係方便到爆？不過，雖然呢個清洗器係好簡單易用，而且好方便，但佢都有少少缺點㗎。第一點，佢就使用時間比較短啦。佢等三分鐘先用得八至九分鐘咋，萬一屋企污漬比較多，都唔知噴下等下要用幾耐時間啦。而第二點，佢就温度比較高，萬一屋企有小朋友用嗰陣，真係要注意安全，格外留神啦。而第三點，佢就長期都要連住呢條電線，萬一清清潔下佢唔夠長，又要換位啦。讲咗咁多，我都清洁得七七八八啦。你又开始清洁未呢？唉，唔讲啦，我都系饮杯茶先啦。